好了，这是我们2018年第六届的兰州桌式足球青少年锦标赛的高级组双打决赛哈。那我是 Jack，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单老师单作栋。大家好，我们的比赛进入到了高级组，水平又往上提升了一个等级。对，我很期待高级组的比赛哦，可以为现场观众来带来一些震撼。对，大家越来越能看得到桌式足球更多比这个技术层面更高的这么一个水准的比赛了。好，你看我们的现场家长们、选手们哦，是非常的热烈哦，加油声不断哦。我们现在的比赛正式开始。高级组的我们的赛制，三局两胜了。三局两胜，哎，一局五分。左边是我们的七里河小学啊、哦，右边是我们的，哎，他们都是红色的服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太好分辨。我们可以这样，从屏幕的左边是雁北路小学，屏幕的右边，我们的红色衣服有黑色条纹的是对七里河小学。我们的七里河小学是一个男生配我们的一个女生。哦，这位小女生这几天的比赛的成绩也都不错哈、哦。对，是一位亮眼的女性选手。马瑞，哎，我们的马瑞打前面，李欣颖打后面。马瑞的蛇形呀、啊，我觉得是比较沉稳型的。马瑞跟李欣颖应该都是我们团体赛他们第一队的成员之一啊。他们是一队的。对，相对应我们雁北路小学这一队选手呢，他们也是，杜阳和刘玉琛也是我们一队的选手。好，马瑞上来三个重力的蛇形呀、啊。给三个重炮、三个重炮呀，给这个对手呀，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啊，还是有的。3-0，这有点像团体赛的冠军赛提前演出哈、哦。对，他们现在在这个单项的比赛里面的碰撞开始了。对，其实我们兰州市整个桌式足球的水平的话，这两个学校呢，已经和其他学校相应的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所以说，在各个级别，尤其是高级别的这个比赛的决赛里面，他们在一起的碰撞是。理所应当的。现在比数来到了4-1哈、哦，由我们七里河小学的双打搭档领先了三分哦。对，在刚才的3-0以后呢，双方各进一分，比分还是维持在三个球的差距。高级组的比赛是3局2胜，所以他们已经拿下局点了，有局点的机会啊。所以这一局来说，对雁北来说就。比较难追回来了，对，差了三分，对，尤其是马瑞现在射门首趟，再追回来一分，把自己的手呀热起来。双方的这个拉拉队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点燃了整个赛场，很重要啊，很重要。这个、哇，这一球拿下来了，马瑞顶回去了，我们的大比分1-0，七里河小学马瑞和李欣颖暂时领先。哦，那我们的七里河小学1-0哦，这个对雁北路小学来讲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压力哦，尤其是冠军赛的第一局，谁先拿下第一局，心中就踏实了、哦。是啊，我们在说很多比赛都看过这样子，第一局拿下，哎，对我这样讲哦，第一局拿下哦，不代表会赢球，那当然，这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哈、哦。为什么？因为第一局拿下，如果你的战斗的心那个稍微冷却了啊、哦，你可能就会。哎，切一下荧幕。好，你如果那个心哈、哦、没有那个求胜的意志，如果稍微降低了哈、哦，你可能就没有，就怕他浮起来，对，有点骄傲。但是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起伏变化会比较大，他也许会更加的自信。哎，要么就是这个时候他会一下子骄傲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裁判我们的教练员呀，会起到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指导和建议的这么一个作用。和第一局的开局一样，我们的马瑞还是拿到了第一分。
我们可以看到从场上来说，雁北路小学的主教练也进入到了我们的内场，他要去给孩子们可能有一点想法和部署，让目前落后的这个局势落后呀，不光是比分呀，气势上都是落后，看看能不能给孩子们给出一些更好的帮助。马瑞耐心的看着观察着洞，漂亮，这个球打得非常的难，我觉得专业化很强啊。好了，叫了一个暂停，果然我们的教练员过去以后呢，要带着他的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小选手，看看他的部署是什么样的。正重要，第一局已经先被七里河拿下了，第二局开局又来个2-0。对，这个再不喊个暂停，等一下就只能结束的时候再来检讨了。这就像一个拳击比赛以后，第一下被摔倒了以后，你就没有被爬起来过，对，挣扎了两下，然后第二个回合一上来又被摁倒了，现在又吃了两个猛拳以后呢，现在必须得停一下了。对，两个左勾右勾，然后你不停一下，头昏脑胀，准备被 KO 了。是啊，所以说现在暂停回来了，看着我们的小选手呀，脸上带着一个轻松的微笑，看看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果然啊，这个传球呀，第一关通过了，自然多了。看看射门，哎呀，这个射门。几乎打进了、哦、对，几乎打进了，但是防守做得很好。李新颖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杜阳的这个防守呀，适应性是非常的强，几乎没让人打进过。杜阳开始尝试用五人杆的补射，杜阳的这个三人杆的第一分什么时候才能够有呢？我觉得李新颖对防守他好像有一套他的观念哦，所以守他特别好。对啊，他守太好了。哇，这一球，这像刚才的那最后一球是吧？对啊，反打回去，而且速度没有很快，一样进球、哦。对，说明我们刘玉琛在这个时候的这个第二反应的防补做得不好，他注意力往前了，没有往后。对，杜阳又来了，哇，再一次的提升了我们李新颖的防守的成功率。李新颖的防守真的不错哦，对，完全不让他有机会哦，两边看起来都有洞。两边都会补防，我觉得李新颖的这个拉射的这个姿势也是非常的标准，对吧？看看，很好的姿势哈、哦，有把自己身体的空间那个空出来。对，看看他控球，哎呀，就被抓回去了。对，我刚要说他的这个控球的这个部分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丢球了以后呀，注意力没有回来，所以这时候让杜阳撕开了比分，很好。杜阳，我看到杜阳的脸哦，杀气十足、啊，杀气出来了。对对对，哇，连拿两个机会，又来了，哇，这个球其实是打坏了，打斜掉进去了。这个时候，你看那个表情，我太喜欢这个表情了。对对对，好，叫了一个暂停，我们的李维成老师赶紧叫了一个暂停，让。可能是为了让杜阳的这把火呀稍稍的灭一下，太火了。他从那个大屏幕应该有看到那个表情。我、哦、这再不挡一下哦，这个直接杀人，直接冲五分，人挡杀人啊，佛挡杀佛啊，这个直接冲五分、啊，势不可挡。那就冲到第三局，局数就不一定一样。那当然，对。其实第二局很关键，你领先的这一局啊，领先的这一方，你。最好这个时候把他在你第二局领先的状况下把比赛结束掉，你不要去玩了，赶快把比赛结束掉，让他好像没什么一样，没有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对，相对于雁北路小学，你这个时候要趁胜追击，你追回来以后第三局是对你有利的，再拿一分，现在已经拿三分了，3-3呢、啊。杜阳的一下开壶以后呀，连续自摸3把，你看那个哇，又来了。中排过不去，球权直接转换到对方的前锋，又来了，哇！连拿四分，哇！这四分不得了啊！再来一个暂停，哇！连这个每两分被喊一次暂停哦，这个七里河快挡不住了。是啊，杜阳很火热呀、啊，哇！这个。这种兴奋感哦，就像高级组的冠军赛啊！那我真的很期待下午出现的团体赛，那当然冠军赛，那是这个张力一定会让现场的那个民众哦血脉喷张。连你我现在都在期待的时候，我觉得，我小选手该是多么的期待啊！对对对，这个真的有一天哦，兰州有自己的青少年的明星选手，
这个青少年的明星选手如果塑造起来的话，我们也真的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啊。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走。当然从我的观点，我首选德行好的孩子，然后是球技，德行球技兼备、哦、对，才是我们的目标。是懂得分享，懂得去帮助别人的孩子才是我们最重要培养的孩子。哦，你看呢，我们只有球技不可以。七里河小学的前锋中排已经有点怀疑自己了，球不管怎么样都会往后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要解决的是不要让球再传给杜阳。对，他不该送球给他的。是，从杜阳和李新颖的这个攻防这个部分来说，完全的是黑和白。你看前面是黑，后面是白，前面全防，后面就全部防不住。对。哦，你看刚他做一个假传，假射真传的动作。这个时间就是有点多了。哦，看看我们的，这个、要注意了，真的是比较多了。我觉得也许辛振宇心里是有数的。哎，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哎呦，哇，这个他对自己的中排的掌握度真的很这个球漂亮。哇，比赛追成了1-1，连拿五分。连得五分，应该是连得四分，连得四分，连得四分，3-1之后连得四分哦。啊！哇，这场球精彩了，精彩了。对，双方战成1-1，这样的决赛看起来绝对的有味道啊，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这个双方的教练员现在要做场外的攻防部署。对，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教练员的水准了。这个时候如何去调整？因为1-1说明什么呢？你也能赢，对，都能赢，但是剩下就一局比赛了。谁来赢？在第一局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局一开局2-0，那时候觉得哇，七里河应该会很快的结束这场比赛 啊。但是这个教练很重要、啊，我们叶北路小学的教练喊了那个暂停之后，局势扭转。对，那是一个风水岭转折点。对，就是那个暂停。大家看看现在这一个转折，就转这一曲呢，还能转回去？但是局跟局之间哦，气势的延续是需要一些，不一定每次可以这样做的哦。是、啊，其实延续很难哦。你看一开局，七里河小学前锋拿球了，哇，这个 snake 有问题了。哇，马瑞的这个时候呀、啊，心里的这种坚决度呀、啊，也需要回身过来。对，这时候这个动作呀、啊，不应该是他出现的失误，所以说他有压力，明显叫做有压力，手软，哎，手软了。哎啊，互相手软。其实现在啊，谁要是能打进一个成功的球，第一球，另一方的那个压力就会更大。马瑞做到了，马瑞做到了。现在看看刘义琛是不是能把自己也救赎回来，不要受到这个进球的这个心理影响。杜阳又来了，什么时候能够阻止杜阳的连续进球呢？李新颖，哇，阻挡不了啊，阻挡不了。杜阳现在已经他的就像那个汽车已经引擎180码。这个他已经连续5个进球，连续5个进球又来了。哇，这个我们现在帮他数，已经连续5个了。李信颖现在，哎呀，终于守住了，终于守住了，有点危险哦，终于差点弹回去。守住以后又弹回来，又来一个。对，一次进攻，一次射门等于两次进攻。对，哎，我觉得这个球现在看到这里，我们俩解说起来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对，他们有技术了，他们热身，我们也热身了。是啊。所以说后面的比赛就因为解说初级组新手组的时候他们的技术含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解说起来时间一拖长没得话讲了。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兴奋值都会提升了一个高度。哦，我觉得最近那个这场比赛的现在的决胜点在中排哦，在中排。哎，杜阳明显的中排有点优势，那反观我们七里河小学的前锋中排吊球的几率太高了。刚才啊就是刘义申吊球给了马瑞，对，他那个失误哈、哦，马上被马瑞给追回去哈、哦。是啊，那个时候，当你的一个失误被别人变成一个有效的得分的时候，你会很懊悔的。对，哇，危险呢！果然，他那颗石头还在那个心上压着。对对对，他对自己怀疑啊。对对，所以就要练就自己的这个本领，慢慢去成长吧，孩子。来，中排。马瑞就是中场，现在就是像刘义琛的这个后场的那个劲儿一样。对，哇，又来了，马瑞，漂亮！马瑞这时候的状态像第一局的状态了，真的回神了。哇，好，又喊了一个暂停的。这就是看我觉得这个比赛是两折，第一折第一局，第二折折回来，现在又一折，一模一样的比，一模一样，3-1，
3-1，雁北路小学教练喊了一个暂停。好，看看雁北路小学的教练员叫完这个暂停能不能又折回去，这样的话就变成几折了，三折了。对，但是哦，球是圆的哦，球是圆的，一切就有可能。3-1的比数，一样的状况，雁北路小学喊暂停。如果那个七里河小学的教练发现到这一点的时候，状况一模一样，你也喊暂停。我上次被你转了两次，直接得四分，我不可能再让你发生了。如果我是一个好的教练员的话，我一定要注意到这点。对，我们现在看看李维成老师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还是要看我们小选手的发挥哦。中牌，球远高啊。哦，他这个就是连续进连续不进，现在我已经连续两颗不进。对，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让进和不进能够混在一起。这球很危险了、哦、这个球拉得远啊，漂亮，没有射进之后传球到自己的前锋马瑞，如果打进这一球他将获得三个冠军点。哇，歪的有点变形了，还是有点想要了、哦、太兴奋了，太兴奋了。哇，这个后卫现在有点犹豫了，犹豫怀疑自己了。嗯，这个动作也在变形。哇，怀疑时间还没超过，时间还没有超过，接近了，接近了，接近了。哇，这个时间我感觉都在极点上。哇，一个很懊悔。哇，都紧张，都紧张，就看谁能够在紧张的状况下小失误，谁就赢了。这不只是我在被他听他们哀声哦，现场的哀声也是很大声、哦、说明什么呀，我们的观众看进去了，对，有投入到比赛里面，有有有有。然后李信后卫持球，哇、哦、吊球，中央，漂亮。追回了这一分，暂停回来之后追回了这一分，李新颖跟杜阳之间的互相球权转换，嗯，哦，两个这样子给球，我都怀疑他们平常是有什么平常有认识吗？李新颖后卫不要再吊球了，看看李新颖，他选择了把球停在这一边，我觉得有点危险。对。所以他的推射是不是他的优势、哦、是，他这个选择是我个人认为啊是危险的，但是有一个好的效果。对，这个时候这就是局势，看看马瑞能不能让比赛往他的这方面去倾向呢。可惜了，可惜了啊，球权转换来到了杜阳的脚下，看看杜阳，哇，3-3，3-3追平的比数、哦、在我们的冠军赛应该是没有 deuce 的、哦、没有 deuce、这个、马上叫了一个暂停，一波三折呀，跟第二局状况回来了一样哦，这连追两分，七里河小学教练喊暂停，对，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一样呢？这个比赛就是这一局是前面两个大局的小缩影，对，再一样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很神奇，很神奇，很神奇。其实我现在都想知道，这个折来折去，就像那个水走来走去，最后走在哪里？对。走在哪边停、哦、我们很想知道、哦、很想知道，但是唯有继续看下去才会知道、哦、好，我们期待好、啊、暂停回来，双方的暂停准备要结束了、哦啊、每一个暂停都是一个折点，我们的新振宇裁判员确定了一下我们的暂停的剩余次数，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比数3-3。现在这个球就至关重要的，谁先拿到冠军点？哇，第四分中牌，我讲的现在决胜点在中牌了。嗯，中牌很明显哦，我们的雁北路小学的中牌是比较有明显的优势哦。防守守住了李新颖后卫。从第二局到第三局来说，中牌上面是雁北路小学的优势比较明显。哦，很明显啊。李新颖又是推。我比较担心他用推啊，但是他会有他的哎，拉就比较，我觉得就会比较安全哦，啊，比较适合他。你觉得他的推比较容易被反打，对不对？对，因为他的守门员没有去做那个保护。对，射完之后他手全部往前推的。对，其实这个时候后卫进一个球，那该是多漂亮、啊！刚说完，刚说完，
哇，神准预测，我们世足赛就要请我们小善老师来做一个神准预测哦。燕北路小学现在已经拿到冠军点，冠军点，前锋拿球，好，那叫了一个暂停。哇，这个暂停，这个暂停，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是小学手自己叫的吗？哎，他叫了一个暂停，可能您叫得好，教练员可能不熟了。你等一下打到这个球，这个时候你就给他叫一个暂停。这个叫暂停叫得好，好，真的好。对，这个那当然还可以再让他更好。为什么？让这个时间拉久一点，不要一拿到球的暂停，先去阅读，先去阅读他的防守，阅读我们对手的防守之后，然后好，时间快到了前，我喊一个暂停。会哇，这个我看到两个快马瑞啊，马瑞已经眼光泛泪了。马瑞现在他在呀，比赛结束了。哇，精彩的比赛，动容啊，动容。啊，打到最后面，我们的落败的亚军队伍都落下真诚的眼泪啊！啊，令人动容，很好的比赛，这些小朋友们很认真的看待这个比赛，动真情是值得鼓励的。啊，我们更多精彩的，我们2018第六届的兰州桌式足球青少年锦标赛的现场会陆续的为各位做录影转播的动作。